各位家人早安，邀请你在早晨跟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我们来说，众臣们你要抬起头，众臣们你要抬起头，永久你们呼你们要被举起，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，起来欢呼赞美他，向神说举手称颂，地和其中所充满都属于他，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，起来欢呼赞美他。我们在这里欢迎你降临，万军耶和华配得一切尊荣，我们在这里荣耀其中所充满都属于他，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，起来欢呼赞美他。我们在这里欢迎你降临，万军耶和华配得一切的敬拜和赞美，主啊，我们说，主啊，你的百姓真欢迎你，主啊，不管我们在哪里收看收听，主啊，我们就欢迎你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彰显你的荣耀，主啊，你要被高举在全地当中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这是我们向你献上的敬拜，继续带领一下的时间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姐妹平安，祝福你今天大大荣耀神，并永远以神为乐。今天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唯独荣耀神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
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跟天父的祷告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生命中每一个层面学习的典范跟榜样，我们要效法基督。耶稣在地上33年半，他是荣耀神，完成天父的所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立定心志，一生为着神的荣耀而活，让我们活着的每一刻每一时每一分就是来荣耀上帝，完成上帝所托付我们的。感谢上帝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托付。一个快乐的人就是明白上帝要你做什么，并且你现在正在去做。让我们每一天活着高高兴兴，让我们单单的荣耀上帝，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，并且把它完成。 Westminster 教理问答第一条说，人活着首要的目的是荣耀神，并永远以神为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活着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，并永远以神为乐。宗教改革很重要的内涵跟精神就是五个唯独：唯独圣经，唯独基督，唯独恩典，唯独信心，唯独荣耀神。这是宗教改革很重要的五个精神内涵。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再次的回到我们信仰的核心，就是单单的来荣耀上帝。让我们学习像耶稣基督，我们在地上能够荣耀神，神所托付我们的事我们能够完成。哥林多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不管我们工作、读书、育儿、婚姻关系，我们所有的食衣住行娱乐，亲爱的家人，让我们单单为着上帝的荣耀，所有不能荣耀上帝的事我们不做，能够荣耀上帝的事我们尽量去做，或吃或最微小最平凡的事也要为着荣耀上帝而行。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，主导文告诉我们说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荣耀永永远远是上帝的，让我们不抢夺上帝的荣耀，我们也不贪图虚浮的荣耀，让我们也不要爱人的荣耀胜过爱神的荣耀。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我们每一天我们单单的荣耀神，也感谢上帝，让我们一生为着神的荣耀而活。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让我们每一天活着动机就是，主，我今天就是要来荣耀你。不管你今天在服事上面读书，在工作，在所做的每一个事情上面，你在乎的，你渴望的就是，神啊，愿你在这件事上大大的得着荣耀。让我们为着神的荣耀而行，我们不抢夺，不亏缺上帝的荣耀，因为我们所有的受造物就是为了要彰显这位全能的上帝他的荣耀。诸天要述说神的荣耀，我们是为着上帝的荣耀而被创造的。亲爱的家人，让我们不要为个人，你所有的做的不是为了光宗耀祖，不是为了自我实现，你是为着单单的荣耀上帝。让我们再次的回转归向神，单纯的来荣耀神。以弗所书第三章说，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。上帝要在教会中单单的得着荣耀，
只有神配得一切的荣耀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上帝的。所以什么叫做服事？服事就是将荣耀归给上帝，把功劳归给别人，把喜乐留给自己。什么叫做服事？我再说一次，把荣耀归给上帝，把功劳归给别人，把喜乐留给自己。因为神要在教会中得着荣耀。不管你的服事有人看见没有看见，不管是前台、后台、服务台，只要是为基督而做的都是大事。而且我们所做的态度就是要将荣耀归给上帝。弹琴的弟兄姐妹都知道，我们在弹奏乐器之前一定要先调音。如果我们不先调音的话，我们弹得再努力再认真，那个音不准，你弹的也是枉然。今天我们在侍奉里面，我们求神保守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，让我们的内心不是为了要彰显自己多有恩赐多有才华，而是我们的心弦先被调整到对的频道当中，让我们的心弦调整，我要来荣耀上帝。不然的话，我们的心态动机不对，我们再多的服事仍然也是枉然。如果我们不是为着上帝荣耀而做的服事，没有永恒的价值跟意义。求神调整我们的心学，把一个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心赏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单单为着神的荣耀而服事。我们无论做什么，或吃或喝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只有神在教会，在任何的地方配得一切的荣耀。我们彰显上帝的荣耀，我们住在神的荣耀里面。我们如何荣耀神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他。每当我们真实的用心灵和诚实口唱心和的赞美感谢上帝的时候，神的名就大大的得荣耀。每一天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向神献上真实的感谢和敬拜的时候，神就在你的生命中得着荣耀。我们也可以透过结果子来荣耀上帝，因为圣经说，你们多结果子，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亲爱的家人，当你结果子的时候，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大大的得着荣耀。让我们时时的住在主里面，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多结果子，父就因此得着荣耀。我们也可以透过承载经历神的应许得着荣耀。哥林多书说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原来我们认真的遵行神的话，经历上帝的应许，可以叫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大大的得着荣耀。亲爱的家人，让我们经历神的话，经历神的应许，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，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。让我们承受神的应许，叫神因我们得着荣耀。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生命中美好的行为来荣耀上帝，因为耶稣说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世上的盐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，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亲爱的家人，让我们活出美好的行为和见证来荣耀上帝。音乐之父巴哈，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。每次他写作品的时候，首页会先写 JJ， 意思就是耶稣帮助我。在乐谱的最后，他会写上 SDG， 意思就是唯独荣耀上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是为荣耀神而行。罗马书说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给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巴哈他倚靠神，他也把荣耀归给神。 SDG， 愿神的名得着荣耀，唯独荣耀上帝。我们这时候我们来祷告。第一个，
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有一个渴慕，想要荣耀上帝，调整我们的心弦，就是想要渴慕神，一生为神的荣耀而活。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，主啊，孩子要感谢赞美你，主，谢谢你耶稣，主，求主你来帮助，主啊，求你再次的调整我们的动机，调整我们的心弦，让我的心是单单的荣耀你，渴慕你，主啊，赦免孩子，主啊，你光照孩子，在我生命中有什么没有办法荣耀你的，求主你来亲自的施恩，主啊，求你来显明，让我一生谦卑敬畏你，无论做什么或作何，就为着荣耀神你而行。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，奉耶稣。主啊，我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，在这个世代讲究变红名利的世代，保守你的儿女的你的心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受造为要荣耀你。主，我们到地上，很多人在追求是地上的荣耀、地上的掌声、地上的被看见。但主啊，让我们不管在哪里，我们渴望主啊，你要被看见。主，我就为着所有从事演艺的基督徒来祷告，主，你持续保守他们的心，让他们成为光跟眼，他们里面有一个渴望。当他被采访、被发掘的时候，他要知道将荣耀归给你。主啊，我就祝福他们，以及他们里面对神有个极大的渴望，就是主啊，我站在那个舞台是要来荣耀你。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天父，主啊，你说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阿爸父，你使我们的心里面唯唯独独的，就是要来荣耀你。使我们无论吃、我们喝、我们去哪里、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就是要单单荣耀主你的名。阿爸父，主啊，你使我们的心更多的降服在主你的爱中里面。主啊，使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行为，真的是叫你的名得着荣耀。谢谢你，天父。祷告奉靠耶稣的名。阿门。第二个，我们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美好的计划跟托付。亲爱的家人，每一个人都有，你有我有，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托付，让我们在地上的年日能够完成所托。我们同声开口，主啊，孩子要感谢赞美你，主，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美好的托付跟计划，主，求主你来帮助我，让我能够完成你在我生命中美好的计划。也祝福所有的每一个收看收听的弟兄姐妹，主啊，你在他们生命中荣耀的计划跟命定能够速速的完成彰显，叫你的名得着荣耀。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主你来亲自的施恩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我们向你来祷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天成为那个忠心的管家，让我们忠心的来管理，让我们也来喜乐的完成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，让我们即使有环境有困难，主啊，求你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每一天靠着你的恩典，主啊，我们来成为那个影响环境的人，让我们喜乐的完成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。阿们。是的，主，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，主啊，为要荣耀你的名，主啊，为要完成你的工作，主啊，因此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完全对齐在你面前，主，无论我们手中的工作有多大，主啊，我们成就的事情有多多，主，我们都说这些都是从你而来的，因此主，我们就要忠心的完成你的工作，完成你的托付。我们赞美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。第三个，让我们来祷告，让我们一生荣耀神，并永远以神为乐，并且完成所托。亲爱的家人，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生单单的荣耀神，完成所托，以神为乐。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我们真的求求主你再次的调整我们每一个，主啊，是主，你要再次来调整我们。主，我们来祷告，主，我们就亲自来带领每一个人的百姓，主，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照明我们的眼睛，看清楚，知道你的呼召是指望的呼召，主，你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丰盛的荣耀，主，你呼召我们进到荣耀的呼召来回应你，主，我就祷告，不论在顺境逆境，在这地上许多的环境，但是我们仍然以神为乐，在逆境当中献上感恩赞美归给你，
以至于我们不只在顺境荣耀你，在逆境仍然荣耀你。主啊，一生有一个心志，就是单单高举你的名，以神为乐。主啊，以神为乐，以你信实为粮。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天父，孩子在向你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，也不是为了别人，而是单单为你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做的是什么，也让我们喜乐的去做，单单要荣耀主你的名而去做，使我们这一生蒙你的喜悦，使我们这一生叫你的名得着荣耀。谢谢你，祷告奉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是为着你的荣耀而被创造的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一生彰显的荣耀，而且一生为荣耀神你而行。主啊，你也显明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他们生命中美好的托付跟命定跟计划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而且走在那个心意当中，而且我们每一天以你为乐，荣耀你的圣名，让我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为荣耀神而行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大声来说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，欢迎的荣耀充满这里来，我们